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美廉物业 Vicky， 今日同大家介绍骏景园二期九座低层住宅嘅单位，实用面积974尺，间隔是三房套厕，连埋有工人房嘅。咁大家跟我一起入个单位睇下个内廊先。一开门入嚟就见到一个钻石圆厅。厅个方向望东南马场景，走廊位置行入嚟左手边，第一个是个下厕，右手边是头房，再行翻入嚟是第二个下房。跟住是主人套房，主人套房都是望东南马场景。最后看下个厨房，厨房有雪柜，有洗衣机。再行入啲就係個工人房，連埋工人廁所。今日就同大家介紹到呢度，有興趣了解更多資訊或者想睇樓嘅朋友，請記得聯絡我。多謝大家，拜拜。